的雪花冰化成一片片软软的堆叠起来，这是夏天的声音。但现在的冰可不能只是冰，小心翼翼像做艺术品般，将一片片厚达一公分的芒果片一圈圈绕上冰塔，上头再小心的绕出花心，撒上白色糖粉更显得消暑。看出来了吗？这是一份新鲜芒果做成的超大霸王花刨冰。我芒果，然后它就用芒果摆成一朵花，然后下面的话就是芒果牛奶雪花冰。一份冰，两个人吃刚刚好。喜欢可爱的看过来，这西瓜球球冰不能错过。把红西瓜挖成圆形，一片片贴上，搭配粉红色的雪花冰，少女心立刻喷发。适合夏天吃，因为西瓜很清爽。想吃传统的也有，这一份婚桂冰特别不一样，黄的、紫的、褐色的，还有绿的跟红色的，全都叠在一块，淋上特制糖水。一上桌，除了眼睛惊艳外，让人也猜一猜这个别都是什么口味呢？很七彩，很漂亮，而且看得出来是蛮天然的。红橘，那个抹茶，然后还有蝶豆花烘桂，然后芝麻跟花生，总共就是七个颜色。答案揭晓，这五颜六色都是天然食材的颜色，切成一块块小方形，就像宝石一样，光看就很消暑。冰不只要好吃，卖相更要完美级，才能在炎炎夏日让眼睛一起吃冰淇淋。三立新闻黄志忠、古富先高雄报道。